观众朋友大家好，欢迎您收看大爱一行观。这是我们的肾脏，这个肾脏是非常重要，大家一定非常了解。肾脏的上面这是肾上腺，肾上腺这也是非常重要，虽然它是肾脏上面的一个腺体啊，不过基本上跟肾脏似乎关系并不大，它是我们内分泌的，可以算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指挥中心的、啊、它分泌出来的一些荷尔蒙啊，这些影响我们身体的这个层面是非常非常大的。而我们来看它，譬如说其中的一种啊，它分泌的时间点，它的一个浓度的高低来跟时间点做一个对应的时候，大家看到这是半夜的时间啊，分泌的比较少一点，然后分泌的最高开始，意思就是说身体我们该启动了，该加油了，该把一天的这个活力弄出来，绝对不是靠咖啡啊，不是早上醒起来喝那一杯咖啡就可以让我们的身体啊，这个好像转速变快一点了。这是很多人心理上的依赖的一个成分啊，当然也有咖啡因的一个帮忙的一个效果。不过最重要，体内这个是最健康的，这是什么？早上几点？八七点左右的时候，它开始啊就是蛮高峰的，所以你这个睡到很晚的基本上这是不对的，因为这时候就要告诉我们说，我们应该是要把身体的这些机能啊好好发挥的这个状况。然后到晚上的时候，你看看八点十点以后它又降下来，表示你该去休息了。所以顺天应人啊，顺乎天理合乎人情的话，当然我们知道这个一定很好，一样啊，顺乎生理啊，应乎我们的人情啊，本人自己的这样的一个不是心情啊，而是这样的荷尔蒙的指数的时候，健康当然就比较好，不要逆势而行啊，这个当然是不好的一个状况，所以一定要早点睡觉的这个状况啊。好，我们待会再跟他提啊这个相对应的一些东西啊。好，我们先给大家看一个现代的一个诗人啊，叫赖冠华啊、他写的就是一个探病啊，他亲人生病的时候啊、他在病床旁边他写下来的那样子，很有他医学跟这个探病之间的一个呼应的一个关系啊。他说，夜里啊，我静静坐在床边长椅上，探望着他的亲人啊，他亲人生病了，留心校对你脸上的光影，行距过窄的身影啊，脸上的光影啊，为什么？因为不舒服啊，所以会有一些皱纹，会有一些表情啊，好像揪在一起啊，皱在一起，所以他的光影会变成行距过短的身影啊，把那个声音影像跟痛苦啊做一个结合啊，然后啊，因为呼吸方面的问题啊，他说你的右肺叶是散了装正线的尸脊啊，被时间翻阅了太久啊，你看这是非常有意思啊，这个肺部啊经历了多少的一个岁月，那如果再加上之前啊有一些慢性阻塞性肺疾，然后咳嗽，好像是阵阵就把那个尸脊啊给他弄散掉了，沧桑而疲惫啊。身体的器官竟然可以用这样的一个诗集做呼应啊！那此刻正插管缝补，那破散的缺液，所以这个医疗上啊，似乎我们要更从另外一个这个病人家属的角度，他在旁边关怀的一个角度，跟这个生命的历程中做一些呼应的一个角度去看这个生命的时候，它就不是在只是一个数值啊，血压多少，这个心跳多少，白血球多少这样的一个状况啊，多所呼应的时候，这种互动感动啊也会更加深刻。好，我们破散的缺液啊，有时候要事先去预防，不要等到它真正已经破散了才想办法要给它凝固起来啊。一个70岁的一个病人啊，他给他照的电脑断层是这样子啊，大家可以看得到，这是下颚的这个地方啊，下颚的地方，这是脊椎骨，是后面脖子后面这个地方，这是嘴巴那个附近的这个空间啊，舌头在这个地方。好，我们聚焦在这里，
这里不对，它就是临床上可以摸得到左边的颈部这个地方啊，摸到一个硬块，左边颈部摸到一个硬块，临床上摸起来还蛮硬的，所以这个光硬块我们可以区分啊，有的是软软的可以移动的，这个不是，摸起来硬的不太能动的，这当然要很紧张，更何况这个病人是一年前开过手术的病人，当然要更加小心了。所以这个临床的医师啊，也看到这个状况就已经怀疑这是什么东西，淋巴腺的这个肿大，淋巴腺的一个肿大。所以这个淋巴腺的一个肿大，它所造成的一个影响，当然我们在这个病人，我们待会会继续跟大家报告。不过淋巴腺它是在身体，大家不要以为只是脖子这个地方有，它其实是无所不在的。这是刚刚这个病人他所淋巴腺所在的位置是在这样的一个位置啊，在颈部左边颈部的地方。可是请大家注意一下，包括我们的手腋下这个腹股沟，甚至于是内脏里面的腹腔里面的，它都有淋巴腺的、啊、来达到这个意思，就是说血流会经过这个地方，然后淋巴腺在这个地方啊，它会当成一个保卫的中枢，好像关哨，这个在那个地方驻扎一些重兵啊，如果有细菌癌细胞在这个地方经过的时候，它就把它拦截下来，很像我们海关这样的一个动作、啊、所以它的一个部位啊，你可以看得到重兵部署啊是非常多的，细胞是非常多。这是在哪里啊？这不是颈部淋巴腺，肚子里面淋巴腺啊，所以肚子里面也有非常多的淋巴腺来保卫我们，不至于受到吃进去的一个东西啊造成的感染等等的问题啊。所以我们人体啊，大家知道它的一个结构真的是让人家叹为观止的，这样的一个精密的结构，当然我们要更用心的去照顾健康啊。好，这个病人大家可以看得到，刚刚看到左边有肿瘤肿大，可是大家看起来怪怪的，这个左边似乎少了一些什么东西啊，少了什么东西啊，相对应这左边有这个肌肉，这边没有这个肌肉啊，左边右边有这样的一个这个肌肉啊，在脖子这个地方，左边这个肌肉没有，这为什么没有？他原来是一个癌症啊，是一个舌癌的病人，哦，看起来蛮恐怖的。这个舌癌的病人，然后他因为这个开刀的关系啊，就把这附近的有一些的淋巴腺，还有包括舌头的这个部位啊，我们给他做切除的动作，还包括这个肌肉也给他拿掉。为什么？因为把附近这个淋巴腺清掉。虽然是经过这样的手术，但是经过一年呢、啊、他还是有复发的这个状况。所以这个病人的一个临床的一个肿瘤的一个位置是在这里，淋巴腺这个肿大而且很硬，这个临床的医师就知道这个要特别小心。为什么？这底下是什么大的动脉啊？这是我们的颈动脉啊，最大的往头脑去的，往脸部去的，血液循环非常丰富的大的一个血管，上面有一个肿瘤在这里。所以你要把这个肿瘤拿掉，你好像是在这个龙王庙前呢、啊，想要去弄一些什么样的水的一个表演呢？这是非常严重的一个事情啊！所以在这个地方要厘清他跟他的关系啊，那更进一步是不是能做到保护的一个动作？所以就先做了这样的一个血管摄影，大家可以看得到，这个是这样的一个刚刚看到那个颈动脉往上的这个状况，在底下这个地方就是让它跟那个淋巴在这个位置啊，就是跟那个淋巴腺很近的那个位置啊，那怎么办呢？开刀中有可能会伤到啊，所以怎么让这个部位能够得到保护啊？现在医疗啊也都是有很多的一个序曲啊，保护的动作先做，然后再开刀啊，而不是说看到一个东西我们就马上欲除之而后快啊，一定要先做好保护的整整的一个周详的考虑跟措施啊，不能抱虎平和。所以这个病人在这里，大家看到隐隐约约之间有这样的阴影在这个地方啊，就是在这个会淋巴腺会去侵蚀到的这个地方，给他放一个支架在这样的一个位置啊。我们再从正面来看的时候，这个就是支架所在的位置，在这里支架所在的一个位置啊，在这个部位。所以这样开刀进去的时候，这个临床的医师啊就可以知道底下是有保护的，然后进一步把他的一个这个问题点跟他拿掉。这是另外一个个案啊，都是有可能复发以后所造成种种的一个问题啊，但是要除掉这个问题还是靠开刀为主，而不是说大家想说这个地方是不是再继续给他电疗，因为他之前已经接受过比较大剂量的一个电疗，以后持续的电疗会对周围造成破坏。不过预防更重要，绝对不要吃槟榔、抽烟、喝酒。感谢您的收看，再会。